快张一点。所以接下来呢，刚刚看了前面的这么多大奇怪树，接下来呢，刚刚其实我在前面变互动魔术的时候呢，我就发现呢，我们主桌的贵宾呢，每个呢都很想上来参与一样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哪位贵宾可以一起上来跟我参与大型幻术？我们刚刚找女生嘛，这次找男生好了，好不好？想要想不想要看长官被切的？想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想。对啊，你要切长官哦？哎，没有没有，待会是一个幽默互动的好笑的魔术，温馨的小品。对，你确定吗？确定确定，就我阿爸，我们一起下去找好了。要不要先打那个110把警察叫好？没关系，因为那个已经来不及了。来不及了吗？医生说3分钟之内才接得回来，差不多就来不及了。我们下去找。你现在是认真的？对，我们认真认真的认真的。所以我们要下去找一位长官来跟大家来吧。我觉得我找可能没有魅力，我们请我们的舞者出来找吧。请问一下，我们主桌的长官们。是吗？好，刚刚总美女下去的时候呢，总厂长特别的开心。但是总厂长，你一上来美女就用不到了，那美女可以先退下来。对对对对，那就没福利了，这样就没有福利了。没有啦，总厂长，我想请问一下，你现在的心情如何？忐忑，很忐忑。因为总厂长还不知道他要变什么魔术。我想问一下总厂长，你有带一张1000块吗？没有，我没有，这时候就没有了，真厉害。好，没有关系，我刚刚说要给带给总厂长什么魔术？大切八块嘛，温馨小品哦，温馨小品。对，所以呢，没错，看这看起来就很温馨。今天总商场要参与的魔术就是人体器械，谢谢。是哪里温馨啊？哦，不温馨是不是？没有，我跟你讲，对总商来说可能不温馨，但对很多现场嘉宾来说感觉很温馨。我人脸色毛差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总商场。那我最后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总商场。你有没有什么话要我跟你家人交代的？没有了，乱讲的，还要开玩笑。董事长，下次来吃尾牙，记得要先保保险，好不好？废话不多说，来，董事长啊，不用担心。我觉得董事长穿这皮鞋呢，有点太高级，我怕待会把皮鞋弄坏。所以要把鞋子脱掉吗？对，麻烦董事长把鞋子脱。人我就不担心，人弄坏就算了，皮鞋我们要好好保留。你是说人比鞋更不值钱？来 ，OK， 好，董事长鞋放旁边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先把门打开。好，董事长，你可以帮我先看一下，里面有没有任何的东西？空的。好，那你可以进去了。我们给董事长掌声鼓一下吧，谢谢。掌声加尖叫，好不好？来，董事长，身先士卒，好不好？来。他还在确定啊，里面有没有东西？下半身回不来。来。我看过一种魔术，切个下半身就回不来。不会啦，下半身还有用。下半身有用，但上半身回不来，是不是？全身不要，总长，你真的不用担心，这个魔术我从来没有失败过，因为今天是我第一次变，好不好？进去了，来，不要再吓我们的江总长。总长，跟大家没事，打个招呼，确定一下 ，OK。所以我要问总长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他来不及说准备了。现场所有嘉宾们准备好了吗？门就被关起来了，最好回不来，关门。天哪，这是真的铁配呀。
上，他不在里面，我想现场就会有一片的欢呼声。如果打开台，总厂长又出现，我们大家就要给他尖叫声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稍微访问一下刚刚总刚发生什么事情，好了。是总刚，你刚刚去哪里了？请问一下。我先问一下，刚刚有没有谁叫我不要回来？哦，没有，没有啊。大家都说你赶快回来。没有，好像没有很多同仁都哭了耶。没有，你不用担心，你回去可以看影片。因为除了我之外，我们两个之外，所有人都说不要回来。董事长举手举得最大。谢谢。